影帝抗大肠癌两年仍离世，歌痛哭他很想活下去。许贤观20日离世，享年53岁。图韩网，2018年4月20日。南韩影帝许贤观，又以何贤观今20日因大肠癌过世，享年53岁。消息一出，他名字便登上热搜第三，让网友震惊不已。许贤观于今凌晨过世，他哥哥表示，弟弟2015年开始动手术抗癌，随后都以药物治疗度日，生存意志非常坚强，他很想活下去，对于他的辞世感到非常不舍。许贤观灵堂设置在釜山医疗院，预计22日上午出殡，将长眠在昌原的公园墓院。许贤观曾出演过《生死决断》《不合格》等电影，2011年更靠《Beautiful Miss Jane》拿下第16届釜山影展殊荣。不少一起共事过的人对于他过世消息纷纷难过不已，希望他一路好走。